Hello， 大家好，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当一颗超聪明的茶叶蛋啊。那上次基本上我们卡到41关啊，那个比铁还硬比钢还强的是什么东西？我最后有讲到，不会真的是我们自己吧，好不好？就是这个题目的这个解答，结果后来看见大家留言，还真的是我们自己耶。所以目前来说，木箱是可以这样砸地板破掉，那这个铁箱是要砸我们吗？看起来好像也没有耶。对啊，所以这是什么意思？因为他说比铁还硬，比钢还要强的是我们，所以我们是铁蛋，是不是？我们可以砸烂这个东西，但是看起来目前来说是没办法这样做的，是这样吗？哦，顶爆哦，所以我们要把铁箱放在身上顶爆，这样的感觉。OK， 好，果然最硬的是我们自己啦，好不好？然后这个是浮力太大，所以我们下不去。哦。那这个该怎么办？浮力太大了，然后这个门有办法抽水或什么之类的吗？哇，这关感觉也是挺麻烦的哦，是不是在动的时候就要先做什么事情？欸，他看到我们动，他就会直接跳下去，这没办法，看一下有什么办法。对，我们只要动了，他就跳下去了。浮力太大吗？有什么东西是可以那个暂停吗？暂停也不行，对。然后这边浮力太大了，哦，旁边有抽水孔，哈哈 ，OK， 哈哈，这关的话走到旁边，它就会亮出这个抽水桶，完全没问题，别被发现。那难道是要这样吗？跟着他一起走，这样子就不会被发现了。哎，啊，不是别被发现吗？这样有没有被发现？没有。哦，不能走太快，是不是？哎，感觉还是一样啊，别被发现。怎么办？先把这个声音关起来，是不是？还是我们可以这样？哈哈哈哈！哎哎，不是，我们赢了，但是好好笑，紧急出口。感觉就在这边呢，哎，不是，紧急出口，啊，有钥匙，啊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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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BBQ 了，完了，紧急出口，那感觉要在后面一点点吧，哎哎哎，你先走开，哼，你先走开，推下去。这个吧，来，可以把那门推掉，小心地滑，要摩擦这个生火。哎，没办法，那个烤箱子可以吗？哦，可以推掉，可以把它推掉。哎，推掉，融化了吧？哎，没有融化，为什么？坏，没有融化，先把这个关掉。小心地滑，还是一定要那个啊？哎，但它会被烧爆哎！所以我们是必须用这个挡住我们吗？也挡不住啊，也挡不住我们哦。然后感觉没办法融化，是不是？还是先砸一下看一下里面什么？三角锥、豆豆、豆豆挡得住我吗？不行。可是我刚刚看到那个，你们发现吗？就是好像没有办法用那个，没办法用这个火把这个融化的耶。你们看到吗？是不行的，而且这个碰到就直接烂掉了。哎，小心地滑二，
还是我们可以这样？不行，这个碰不到我们。先下来呢？哦，可以，可以先下来，然后是不是要靠这个重量啊？哎，这没办法摩擦，是不是？啊，完了！我想一下哦，我们可以先把它移下来，对，可以先移下来，然后这样就不会受损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他怎么就在上面呢？哎，啊，他怎么就在上面呢？好，下来了。哎，他这样就没办法摩擦生热了，是不是？打烂，他好像就没办法摩擦生热了，各位。哎，为什么？对啊，这样没办法摩擦生热了，就是在上面才可以摩擦生热。对啊，但是在上面的话，它就没办法被弄下去了。它没有能融化的意思欸，各位。没有要融化的意思，还是？加大柴火，有这可能吗？加大柴火怎么样？可以吧？不行欸，这个火没办法融化这个东西，尴尬了。还是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助长一下柴火。加一下那个，它只有在上面可以这样，然后下来之后，我看一下啊，脚锥烧一下可以吗？加大柴火吗？看起来不是这样，然后这个火也不能动，好不好？小心地滑，还是我们摩擦直接生热，然后让这个地板直接那个啊，也没有。而且我们这一次是没办法站到那个，哎，哦，我自己变热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上面那个哦，上面那个是火柴啊，各位，你们自己看，他们这一关上面，因为在那个上面你才可以就是摩擦这个火，它下来就不行。你们看到这个？你看它下来它就没办法摩擦了，因为它没有那个火柴棒。然后到这边的话，我们可以摩擦自己。我们就会变成有没有摩擦蛋蛋，然后要靠我们自己下去，什么鬼啊？蛮酷的，蛮酷的。天无绝人之路，那一定是往旁边跳啦，也不是哦，也不是哦，那是什么？天无绝人之路，看一下能不能拉，也不是拉上面哦，对，感觉也不是拉上面。还有哪边可以？跨麦姐，什么都搓一下，什么都搓一下，搓牌搓牌。哎、欸，为什么那边会没有那个音乐的按钮？这也没办法。跨麦姐的哦。天无绝人之路，看起来又是一个大大挑战呢、啊。没什么东西，可以走吗？不行，会掉下去。哎，有有有有，46关可以拉上去吗？可以。哦 ，OK， 就走在上面。嘿嘿，可以，我就知道，我觉得那个40那个关卡那边在那边这么久，我就知道一定有问题，直面危险。好，走，干嘛？不行，直面危险，我被打烂了，各位。哇，这怎么打得赢？哇，直面危险，哇，直面吗？还是我们要背对，哈哈哈哈哈哈。
行呢，各位。好，没关系，各位，你们觉得今天这关要怎么过呢？如何直面危险呢？跟我们雪球怪互相抱抱吗？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你们一些想法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继续玩到这边啦，无耻品再见喽，大家拜拜啦！